接下来请收看大宝法王乐务教研集。降伏自身，即便是一个大乘的菩萨道行者，也必须先由降伏自身开始。这也是初阶菩萨的主要功课，因为在开始时，我们真的必须先降伏自身。也就是说，虽然对他人慈悲是重要，但对自己慈悲也是同等的重要，因为我们像其他众生一样沉溺于轮回的大海中，必须要先从中解脱出来，降伏自身。菩萨有三类：成就自利者，成就他利者，成就自他二利者。成就自利的菩萨，指的是像我们这样的初学者。虽然我们通常会觉得，主要关注于成就自身利益的这种人，算不上是菩萨。但若从一个更宽广的角度来看，我们必定要认识到，无法降伏自身者，必定无法降伏他人。快乐，外在条件扮演的只是配角，无法安保我们的快乐。因此，真正的快乐必须要向内去寻找。修行是为了得到快乐，因此不需要那些负面伤害的念头。Thank you.
平和。对佛法感兴趣是非常好的，这会令你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一丝宁静。当你得到一些内在的进步时，这将会增加你的平和。通过这些内在的改变，会最终带来盛大的收获。说话，我们的嘴巴动不动就在造业。老实说，这并不是嘴巴的问题，因为一句话就是嘴巴讲出来的话，都是源自于我们的动机。因此，应该反省一下自己想说话的心态到底是什么？可能不一定是善的哦。慈悲贪欲，慈悲是放不下舍不下众生，但是它是理性的。贪欲的确也是舍不下放不下，但是它会束缚着你。
念诵。念诵心咒同时若能建立起虔诚心，那将会使心咒更具有力量。禅修，禅修要达到什么标准呢？就是经由练习，让心柔软自在。禅修是一种练习，让我们的心得到一种自在和自主性。透过禅修，我们以前那很刚硬很顽强硬邦邦的心变得柔软了，当它柔软下来就会具有了弹性，变得很灵活。当你的那一念心变得灵活而柔软，这就是到位的禅修。誓言，如果世上充满欺骗、暴力，无法被信赖的人，这不是太可悲了吗？因此，我时常提醒自己，鼓励自己，要坚定自己过去的誓言，无论胜利或失败，快乐还是痛苦，我都不会忘记自己利益众生的誓言。对于这种誓言，帮助我的心能平静和安定下来，不容易恐惧或害怕。
幸运。我们希望所有的幸运都降临在自己头上。为了实现这个愿望，我们需要先去思维如何利益他人。行，我们可能有见与修，但是真正的考验在于行。在佛塔，你或许非常平静，但日常生活中却紧张兮兮，批评抱怨他人。在佛塔，你或许用柔软易美的言辞向诸佛菩萨祈求，但在日常生活中，如果你言辞苛刻或论人是非，那么其实丧失了佛子的心意。行，就是将你在佛堂中营建出来的成果运用到你的日常生活中。小不分种类，慈悲救护生命，传达爱以及对生命的关怀。各位菩萨阿弥陀佛，我们学佛就是从慈悲而找到了生命，从慈悲就断除烦恼。所以中华护生协会到处在解救生命放生，但是有很多生命没有办法被放生，你要救它，牛、流浪狗、狗，甚至的一些大型的不能被野放的动物，所以生命电视台需要有更多人来成为职工，以一个佛教徒慈悲的心来做这个圆满重要的工作。阿弥陀佛。护持账号：4213-8483，4213-8483，户名：中华护生协会。生命电视基隆法王寺举办重阳慈悲祈福法会，恭送普门品，点千灯，供千水，药供护生暨小萌生施食法会，恭请站立法师主法。日期10月15号星期日上午9点半，下午1点半观音六字大明咒修持仪轨暨小萌生，地点永和电仔街福德宫
地址新北市永和区秀朗路一段12号，联络电话02-2423-9448 2925-6668。生命电视大悲观音道场举办八关斋戒、点灯、供水、护生及甘露施食法会，恭请湛德法师主法。日期10月21号星期六，上午8点半，下午1点半恭诵地藏经。地点大悲观音道场，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，联络电话03-989-8686，03-989-8686。再来，人的一生很繁忙，工作事业占用很大的时间，请问师父如何在忙碌中修行？我认为忙人就越忙的人越好修行，所以像我的师父要求我要很忙，我要接很多的工作职位。然后呢，才忙里面你才可以知道你的心念有没有离开菩提心，有没有安住空性。如果你不去接触众生，你没有很复杂的生命经验，你是没办法成佛的。所以各位，你把别人的痛苦当作你的痛苦，所以你比较容易成就嘛。大家都很怕事情发生，那我们不一样，我们就把别人的事情发生都当作我的事情去关心它，去承受它。你不能说美国的事情跟我没关系，隔壁的事情跟我没关系，那你这个叫舍弃众生。昨天有讲修行有两个重点，再念一次来，不舍众生，观万法空性。所以你不能舍弃他的痛苦，黑人的痛苦，白人的痛苦，黄种人的痛苦，地狱道的痛苦，都是你的痛苦。你要把别人的痛苦拿来解决事情。所以各位要学习好，你进到一家电脑公司，你要把这个电脑公司在2个钟头里面，从头到脚，从老板到职员，他们在干什么，怎么做，你都要去观察思维，然后你去想你如何帮助他。帮助他，可能他找你讲话，你就可以提出很好的见解；他不找你讲话，你帮他念药师咒，希望他能够更赚钱。那这样你就没有浪费这2个钟头参观这个公司。今天各位在美国住了10年了，那美国的总统给你做，你要会做。不要浪费你在美国住了这10年的时间的观察跟了解，不能只批评，而叫你做的时候却不会。所以那你这样的生命就没有浪费。因为大乘佛教要我们快速成佛，就是说那你要把握生命的机会，去领受别人的痛苦跟快乐，去经验它。所以我讲时间 越忙碌，但是在忙碌里面你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起心动念。我现在是不是有贪心啊、嗔恨啊、嫉妒啊，我们叫五毒烦恼，那叫贪、嗔、痴、傲慢、嫉妒，这个最可怕。慢就是我条件比你好我骄傲，嫉妒就是我条件比你差我嫉妒你。贪就是喜欢了，嗔就不喜欢了，愚痴就是搞不清楚，那这个叫五毒烦恼。那这个五毒烦恼如果你不去面对境界，那你怎么修呢？就是因为面对境界你才有五毒烦恼，你会起嗔恨心、贪心，你会怕，你会恐怖，然后那个时候你才能够修空性。哪有一个我在恐怖你为什么会怕呢？所以各位要经常观修，眼睛闭起来，然后狮子来咬你。各位要经常观修，你眼睛闭起来，魔鬼出现了要把你拆开，然后你要观想这个被拆开的也是个空性，这个魔鬼也是个空性，魔鬼也是佛，那这个境界就没有了。如果你还有一个怕，所以各位很怕，很多人很怕黑暗，很怕去胡木区，很怕得癌症，这个怕就是强烈的保护自我，怕，因为根本没有我，你怎么会怕？你把这个我的身体当做一个真实的东西，这个就是最可怕的无明，叫根本无明，根本我执，所有生命痛苦轮回的根源就是这个我。那明明没有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因缘和合，但是那你要去面对，从面对里面看到自己升起分别心、贪嗔痴慢疑，赶快去净化它。所以你没有境界不能修行的，一定要有境界你才修行。现在你得癌症了，所以你很好修行。要你就会出离心，赶快念阿弥陀佛，不要痛，对不对？
乃至你会升起大悲心啊，癌症痛苦我以前都不知道，愿众生都不要，变成大悲心。但是后来要进入空性，哪有一个人在得癌症？原来我这么强烈的爱护自己的身体，过不得这么痛苦，所以如果我有波罗蜜多，那我就没有痛苦。所以那时候你要认真的观修空性，一心念佛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我想越忙的人非常好，你就可以累积广大的资粮，有充分的生命经验去帮助别人。所以像我现在每天没事在找事做，我一定要找很多事情做，让自己开发潜能。你越累啊，你越别人的事情很烦，你就会开发佛性。因为经典一般的祖师说，人类的智慧只有开发到2%还不到，但是人类的潜能是圆满的，般若智慧啊，佛的佛性。所以你要很慈悲的去关心，你关心100家的事情，你有100个智慧；你关心全人类的事情，你有全人类的智慧；你关心所有法界的事情，你开发的叫法界体性智，入法界性。所以我想各位要这个大摩诃般若叫大智慧，摩诃般若波罗蜜多，有这个圆满的智慧，才可以自利利他，承办一切叫波罗蜜多。那所以你要关心妈妈的智慧，永远比女儿高，因为妈妈生小孩，照顾家庭，照顾先生，照顾爸爸，照顾儿女。所以各位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你一定要听那些有智慧的人。有一个儿子问我说，师父，你看我到英国留学好呢，还是先帮我爸爸做事？我说你要不要先帮你爸爸做事？爸爸才是最好的教授啊，他会用最好的方法，最爱的方法教你啊。爸爸就是希望把这个公司交给你啊。如果你到爸爸那边工作2-3年了，你知道自己不圆满，能够去承担爸爸，那个时候你去追求学问，为了帮助爸，那个有用。如果你没有一个承担，反正你读书，然后就是一个玩到毕业以后就失业，这样，然后就不知道干嘛，因为你生命的经验不够啊。所以我想，那能够，所以各位还是要亲近善知识，当你碰到生命的问题，可以问一问啊。接下来，请收看《慈悲心法语》。修行者一旦开始执着任何自我的想法，认为自己比别人好，那么这个修行就已经不及格了。佛陀教导我们去思维并测试事物，直到能够亲自清楚地认知为止。唯有如此，我们才有一个合一的回忆处。佛陀从来没有教导我们去皈依那些自己看不到或做不到的事物。
如果我们落入欲望的陷阱，就会受伤并失去一切自由，得不到真正的快乐。恐惧和焦虑也会带来痛苦。如果我们能了解并接受简单生活且知足，就不会再担忧恐惧。为什么我们会在与蛮横的人相处时生气呢？因为他的嗔心唤醒了我们本身之嗔恨。当你心中再无嗔恨心时，面对恶人并非什么受不了的事。事实上，你根本不会再觉得世上有任何恶人。不要刻意去猜测他人的想法。如果你没有智慧与经验的正确判断，通常都会有错误的。随缘不是得过且过，因循苟且，而是尽人事听天命。然而重点是，你真的做到了尽自己本分过每一天吗？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，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。烦恼是因为你自己的内心，你放不下。
常是一种转变，但不是一种宿命，所以无常是自然的、正常的现象，不是无可奈何的。我们的身体在无常和因缘的法则下，一切的疾病、败坏和死亡都是自然而正常的，我们无需为此而不安或是生起恐惧、害怕。真正的无上正觉，只不过是圆满实现个人的本性。这本性就是佛教徒所称的究竟净光，或心的内在光明体性。当他圆满实现或证得的时候，就是真正的佛地。未觉悟的境地与觉悟的境地之间的差别，在于对空性的了知与经验。了知便体验生死轮回的空性，这本身就是涅槃。轮回与涅槃之间的差异在于心境。什么是菩萨呢？菩萨是一位有能量去了解、爱并行动的人。好比观音菩萨的必要本质是爱，而爱在此生中是真实的。
观音菩萨是男是女，是黑是白，是小孩或政治家都无所谓，哪里有爱，哪里就有观音菩萨。佛教是智慧的教育，是智慧的方法。学佛就是学习佛菩萨的智慧过生活。所以学佛的目的是求智慧，求解脱，脱离我们现在烦恼的生活。如果一天24小时，你所做的一切都以菩提心为动机，就累积了无量功德。每一项行为都变成不只是你自己成佛的因、安乐的因，也是其他每位友情安乐的因。大悲观世音菩萨具备一切功德，这是他历经无量宿世示现理解与慈悲所累积的功德。他能用爱与慈悲看待一切众生，而在《法华经》里有一句最美的话：观世音菩萨慈眼视众生。你也拥有爱与慈悲的双眼，佛眼早就已经流传给你了。
问题是，你要不要选择用佛眼来升观？依世俗地的方法修持，如相信佛法僧三宝、因果业报、佛法的修持等等。这些虽属幻想，但经由修持善的真有，才能成就证悟佛道的因，进而再透过空性慧的修持来帮助我们亲证菩提。既然心中的思维是安乐的因，那么就在心中寻求安乐，由自心中寻求安乐是佛法的基本要点，是佛陀的教法。无我的法则是一把绝妙的钥匙，因为它去除了我们日常物质生活和就近精神层面之间的障碍。弘扬佛法利众生，不论昼夜转法轮，开启生命电视台，佛陀教义广推行。各位生命菩萨阿弥陀佛，佛要我们弘扬佛法利益众生，弘扬佛法叫大转法轮。生命电视台24小时用卫星电脑在全世界大转法轮，所以各位一定要多打开生命电视台，也要让生命电视台大转法轮，要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那么弘法以外还要利益众生，那利益众生呢，各位就要放生、布施、超度、施食，
这也是生命电视台在推广的，所以愿大家按照佛陀的教法圆满生命。阿弥陀佛。护持证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护持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戒度毁犯，各位发个愿好不好？生生世世敬畏来记，不懂得害人好不好？要发这个愿啊！为人呢，去批评都修嘎啊！这个事跟那个事没关系，但是他要把事情搞大了嘛，对不对？那事情搞大，因为他是种报复心嘛。我这边不行，然后我就找别的地方报复你啊！你开一家公司。我就要找那个税务员去查你有没有偷漏税，啊，因为你他个人意见不合，但是跟他公司没关系吧？但是各位一定要培养这个，不然的话，有时候你来修行的时候，你还有反咬的心态，啊，所以我们守持戒律，我们就要把自己可能会伤害众生，啊，临危欲睡，不畏瓦全，想要把它毁了，啊，不能有这个心态，所以呢，不敢有害众生。乃至伤害团体的这想法，我跟你意见不合，那是这个事情啊。但是我们尊重啊，多数的合理的尊重真理，但是不敢有一个害众生的想法，或是破坏啊。哎呀，我今天不喜欢放生，
不喜欢放生，那我就要登报纸叫你们不要放生，啊，那不应该嘛，啊，个人的恩怨呢不能拿到伤害了，连个人的恩怨都没有，所以持戒度诽谤，我们要守这个戒律，无害众生。大乘的佛教不是光不杀生不偷盗，这是个行为实践，就是要是无嗔恚，我没有想要去让对方受苦的心态，一点点都不想要有，我们只想。哎呀，不忍众生苦，要修这个啊，所以嘴巴不敢骂人了啊，不敢有不好的思想，持戒度诽谤了。孩子的心灵宛若洁白的画布，如常接触不良的电视和电玩，就像涂抹灰黑暗淡的色彩，容易迷惑他们的心和眼。请鼓励孩子收看生命电视台，让最慈悲的开示，让大智慧的法语，让具教化的节目沉浸孩子的身口意，令孩子的成长之路有佛有菩萨有善知识常相左右，处处关照。